你好，中国，这是赵西呢。我做很多采访，很多，所以在一个采访，我有一个错误，所有人问我，如果我可以用中文处理剧情，就有人给我，所以很多采访，我有一个错误，我必须说，现在就是很重要。我爱更尊重中国，更中国人，中国更中国人。不好意思，再见。